从北域收集灵气，现下有两个灵气珠，足够你进入龙髓锦囊。你要答应我，之后无论去做什么，都不能再丢下我一个人。历经风暴雨寒流，为你守候，冲破命运的掣肘，将乌云穿透。我知道。长远地久，愿挚爱不朽。我将岁月从未停留，有生之年执子之手，一万束光交汇成星河，不及刹那你的回眸，往事斑驳回忆陈旧，只要有你在我左右，越过山丘将时间看透，此生执手。给我讲讲杨月宗里的事吧。大哥是个文豪，狐狸是个惹祸精。原以为你是一片净土，没想到你一翻脸就成了凶神恶煞。我知道你是帝君以后就想把你赶出家门，谁知道你死皮赖脸的不肯走，还要挟我，要杀了我呢。后来，你终于肯乖乖吃药，乖乖吃饭，但是没想到，魔修却害了你。我愿意用一切代价换你回来，但我知道你回不来了。吉阳，你我阔别三年，终于重逢，不要你再离开我。只想和你日复一日的在一起，可现在我做不到了。年纪轻轻就爱胡说八道，这话我已经听腻了。涵涵一天在我耳边念叨800回。在下绝非。你许婚了没有啊？啊？小公子模样俊俏，道行一身，不如让我给你和小女定个娃娃亲，如何？方主怎会知自己会得一女？方主今日也没有饮酒，莫非孽缘无解，绝境逢生？你的命数如此，自然也有他的一份。前辈，还请收回灵犀。良缘易散，孽缘无解，非到绝处不能逢生，往后的一切只能靠你们自度了。哦，顺便提醒你一句，既是生死誓约，定然不能违背。原来南风主
早在百年前就见过我，算出了我和阿言的命数。看来你们是见过了。喂，到哪一步了？方主高瞻远瞩，只是这个问题，在下。爸，不过本座的事情，你莫要多管。晚后的一切，还要靠你们自度了。少仓，你到今日还不知错？我错就错在，没想到你才是妄图颠覆修界第一人。吾当为天下第一师，师者逆道，那便由天下神魔共法。方主的涅槃妖心，所以不会死。你以为你们进了逆眼轮髓境就能改变这一切？不过是徒劳罢了。过去发生的事，谁都不能改变。你是在找我吗？是你杀了他们。是啊。为什么？他们都是祭品，而我的婴主需要很多很多的祭品，他们的性命根本满足不了我。你要所有人都为你而死吗？这世间的文明将被我掌握。
山海禁绝虽被森罗所毁，但山河海冕已自行认主。玄宰的意思是新的帝君选出来了。我女儿南言即刻起就是道生天帝君。玄宰，此言可有依据？此事事关重大，恐怕不能仅凭一人之言。阿言，将你的手掌展开。南言集齐山海之灵，又从逆眼轮髓镜中全身而退，山海印记早已在他体内种下。各位，可上前一验真假？看来玄宰所言非虚，既然山河海冕已经自行认主，我便没有。